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姚 PD 在节目中被 Q 的场景吧。姚 PD 在哪？探索懂了也未必有用的真相。这是姚 PD？ 不是，不是，不是。哦，我就说不像。姚 PD。姚 PD， 姚 PD， 姚 PD。有一说一，看到大家在网上如此喜欢姚 PD， 我也就放心了。Sherry Sherry 给网友留言说李荣浩要退出音乐圈了，因为他听不出冷热水的声音。我听到了栗子，我听到了栗子，这是咕噜咕噜，我就感觉是咕噜咕噜。你俩又对了。都能听出来，这里边所有人都能听出来，就你们仨听不出来。文哥，你还是那个音乐人呢，那怎么办呢？录完了就不干。木木来了说，文狗圈欢迎他。三文狗，三文狗，咱演唱会，咱这个表演，文狗，文狗，咱们文狗这个环节把面子啥的全赢回来。Doctor 还表示热烈欢迎李荣浩先生在音乐圈继续发光发热的同时加入开放圈、文狗圈什么的，还是先不要考虑了。网友米饭饭饭饭把拼凑五官的实验里所有的眼睛都列了一个名单出来，众多网友开始在底下脑洞大开的留言。有人质疑我们到底是下饭综艺还是空饭综艺，有人只认出了徐志胜一个人的眼睛并开始怀疑自我，而更多的网友在线求真相蹲答案。现在我就要开始给大家揭晓最终的正确答案了，你们准备好截屏了吗？三二一，上答案。哇，